家到了频道，我是 Le。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呢，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坐标日本，目前呢全是在家带宝宝，是一个新手妈妈。那最近呢，日本呢已经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月份，八月份。那每天呢，其实除了新闻里边播报的得新冠人数的一个增加，还有呢就是因为中暑，那日文呢叫熱中症，而送进医院里边的人数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呢，就是新闻里有说，其实得新冠肺炎的人的症状和中暑的症状其实是蛮相近的，所以说呢，医院呢给医生护士呢也是带来蛮严重的一个挑战的。那我想呢，不管是生活在日本的朋友们，还是如果说你生活的地方你生活的城市也是正值炎炎夏日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做好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补水补水补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补充水分，防止呢中暑这件事情。那借着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家宝宝喝水杯的一些事情。那宝宝呢其实本身呢体感温度呢就比较高，而且他呢新陈代谢又快，出汗又多，但是呢汗腺呢又发育的不是很完全，所以说呢这些身上的热呢很不容易散去，那就非常容易引起中暑。所以说呢，为了防止这一点呢，其实补充水分，给他多喝水呢，也是防止中暑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下面呢就来看一下我们宝宝到底用过哪些喝水的杯子吧。那小宝宝刚出生还是新生儿的时候呢，老一辈呢好像有个想法，就是需要给宝宝喝一点水。那就这个问题呢，我那时候第一次在日本生好孩子之后呢问过助产师，他是这么回答我的。其实零到六个月的宝宝呢，他每天呢要喝很多顿奶，差不多七到八顿，不管是母乳还是奶粉，所以说呢没有额外的必要给他补充水分。那我们家也是差不多到宝宝了十个月左右的时候呢，都没有特地的给他补充一下水分，就是只喝奶粉或者说是我的母乳。那我不知道，其实也不是说不能给他喝，只是就是没有这个必要。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还是好不好，反正那时候宝宝呢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那其实给他喝一点水呢，也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所以说呢，其实到宝宝十个月左右呢，他的一个喝奶粉就是一个奶瓶。后来呢我给他呢买了另外一个就是准备给他练习就是除了奶嘴以外的东西喝水的一个小杯子，就是这个杯子。它是 Pigeon 贝亲的一个牌子。那它呢其实是在奶嘴后面一个阶段要喝的一个杯子。它其实长得有点像奶嘴，但是呢它可能里边的构造它比奶嘴要平一点。奶嘴不是稍微上面是圆的嘛，它的头呢有点平一点。那它的名字就是日文里面就是叫Mugu， 就是那种杯子。它可能就是说它的一个在喝的时候吸的时候呢，可能跟奶嘴的一个感觉呢是不一样的。就是为了让宝宝就是体验一下，就是除了奶嘴以外就是喝水喝奶粉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杯子。那它其实呢就是身体呢什么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两个手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开开来就是盖子，然后呢就是这个嘴巴，然后你只要不管里边可以装水啊装果汁啊或者说装奶粉都可以。第一次给宝宝喝的时候呢，宝宝还是有点不习惯，因为毕竟跟奶嘴的构造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就是不知道镜头看的时候，你就是这样一捏它会有一条小缝一样的，然后呢水就会从里边出来。它的可能感觉呢要比就是奶嘴要硬一点，奶嘴可能就是比较软容易吸，像这个呢可能就比较厚比较硬，所以说呢宝宝需要用更大的力气去吸才能够喝到它下面想要喝的一个水。那这个呢其实按照阶段来分，因为就是说你买的时候它有分阶段，这个差不多是五个月以上开始给宝宝用，因为奶瓶的话呢只有宝宝出生之后就可以用了，然后呢接下来阶段呢就是五个月开始给他用的这个杯子，所以说呢我就买了。但是呢这个杯子其实说实话它的利用率不是特别高。那后来呢到了宝宝差不多一岁左右呢，就给他买了第一个吸管杯，因为刚开始是喝奶瓶，然后呢就到了刚刚介绍这个瓶子，然后呢再因为直接过渡到吸管杯呢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说呢那个杯子喝完，这个杯子喝完之后呢，然后呢给了买了一个第一个吸管杯，这是我在之前介绍过的，就是利切鲁的一个日本制造的一个牌子，这个在国内好像非常非常有名。一般就是有宝宝的家长们呢，就是买吸管杯的时候呢，肯定会买这个牌子。男孩子呢会买蓝色的，女孩子呢会买一个粉色的。它呢有两个尺寸，一个是这样矮小的，就一般的，还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可能就是水多一点。那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然后呢它就这样里边一个吸管。然后呢是这样一个性开来打开来，它吸管就这样，它的一个密封性呢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之前有介绍过这个杯子，我有吐槽过这个杯子，就是它的清洗呢非常的复杂，因为它里边呢就是为了要密封性嘛，所以它里边的构造呢比较复杂，这边呢就是吸管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呢里边就是如果说你洗的时候偷懒一点呢，它里边会
就是 有那种污垢积得非常牢，非常难洗，所以说呢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杯子。但是呢除了这个方面呢，其他的呢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那这个呢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你一岁才买吸管杯会不会有些晚，那其实呢在买这个之前就是差不多十个月左右开始呢，我就给他用这个利用率不是特别高，然后呢我就给他有断断续续的就是训练过，就是吸管，就是用单单一根吸管，然后给他训练就是用吸管喝水的一个技巧，然后呢一边训练，然后呢一边呢就给他添加这个吸管杯，那他也稍微就是感受到了吸管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再用这个水杯喝呢，然后就比较熟练，然后呢就很快就学会了吸管的一个喝法。所以说呢他后来呢他就是一般喝水啊或者喝饮料啊什么都是用这个瓶子吸管杯来喝的。然后呢等他吸管杯训练熟练之后呢，我就准备给他为了练习就是直接就对着杯子或者说对着碗这样喝水的一个动作呢，我就给他买了这个杯子，就是对着嘴喝的这样一个喝水杯。那它是美国的一个牌子叫 Munchkin 的一个，也买了一个粉红色。那它呢是360度无死角的，就是你这样把盖子打开来之后呢你只要对着这边任何一边你只要喝，这样倒出来喝，然后用嘴也像吸，需要用蛮大力气吸着这个水就会出来，所以说呢非常方便，好的帮助宝宝练习喝水杯，就是水的喝的时候呢也不会把它漏出来。但是呢其实我自己也尝试过，因为我第一次给他喝，宝宝好像喝不太到，反正好像不是特别开心，然后就把它扔掉了，然后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自己喝了一下，确实蛮难喝的，就是你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去吸，这样水才会出来。所以说呢就是为了帮助锻炼宝宝，可能如果说宝宝如果说不是特别有耐心，或者说是也不知道这里边会出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蛮难用的。所以说这个杯子的利用率啊其实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它在密封啊或者说是在训练的这个方法上面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只是可能对于就是像我们家宝宝这种不是特别有耐心，喝不到他就会不开心的这种宝宝来说呢，可能就是利用率呢不会特别特别高。那现在呢就当做一个装饰品。但是呢其实你把这个打开了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水杯，所以说呢你即使不用这个头，你就直接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让它就是练习喝水，熟练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这样喝了。那后来呢因为宝宝就是吃的东西越来越多，辅食呢变得简单了，所以说呢我们在外面给他宝宝喂辅食的机会呢也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呢喝水的机会也就增多了，所以说呢一个杯子就不够用了，所以说呢就又给他买了一个吸管杯。那这个呢是控笔的，也是日本制造的一个牌子，它是也是吸管杯，但是呢我买这个原因一方面它长得也比较可爱，胖胖的，容量呢比刚刚那个一切的要大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之前也介绍过，就是在吐槽那个水杯的时候呢我也介绍过这个控笔的杯，它里边呢就吸管和这个密封性的那个部分呢就是是一体的，所以说清洗起来呢比较方便。像刚刚那个就是利切瑞呢，它里边可能就是一个个小部件都分开了，所以说清洗起来非常麻烦，这个是一体的，所以说呢非常好，而且呢又有密封性，那也非常可爱，唐老鸭的圆圆的，宝宝拿着呢也喝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说现在有两个吸管杯就是轮流着用，或者说有一个装水一个装饮料，这样的话呢又可以喝水又可以喝饮料，比较方便。那可能有的家庭呢可能还会备三个四个也有可能，我觉得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到了现在夏天嘛，喝水啊喝饮料的机会多了，我觉得多准备几个吸管杯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下面呢想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家宝宝练习喝水的一个事情。那之前呢他吸管的杯子用了非常非常的熟练了，那我给他有练习就是买了这个杯子让他用喝杯子的一个方法练习。那吸管杯他喝的不错，然后呢我就一直让他喝，没有就是说特地训练这个，而且他也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杯子的一个喝的方式，我就让他单单就是喝吸管杯。但是呢偶尔呢有时候会给他喂饭的时候呢，就是可能那个菜就是他比较偏汤类的一样，最后呢剩下有点汤，我会直接就是用一个小碗直接让他喝，然后呢一边喝一边练习就是说用杯子啊或者用碗喝水的一个方式，然后呢他练的也非常非常开心，这样的话呢他就慢慢慢慢的呢就自然而然就会喝了，虽然呢还有点漏，但是呢我觉得已经表现得非常的不错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呢你没有必要就特地去买一个练习喝水的杯子，其实你在生活当中通过其他的方式让宝宝练习呢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做法哦。其实呢我们的宝宝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要聪明的多得多，有时候呢他们喜欢不断去尝试一些新鲜的或者是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呢在不经意间当中呢就学会了某项技能，而且呢妈妈们呢就是看着他们突然间的一些新的一些技能学会了呢就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宝宝的一步步成长呢会让妈妈呢感到非常非常欣慰，所有的苦呢都是值得的。
那接下来呢，我想顺便分享一个我小小的育儿理念，其实呢也是我从错误当中体会到的、感受到、学到的。那就是之前我也分享过宝宝走路的一个视频，宝宝呢其实走路呢非常非常的晚，我那时候呢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着急，所以说导致那时候呢心情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也查了很多资料啊，看了很多书，和宝宝呢一起成长，一起慢慢的学习，宝宝呢也慢慢的开始学会了走路，现在走得可溜啦，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那通过这件事情呢，让我深深的体会到了，每个宝宝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必要按部就班的去要求他们在某个月龄一定要学会什么，一定要会做什么，一定要就是达到某个标准。那每个宝宝呢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学会某个技能的时间呢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的妈妈呢应该慢慢的去引导他们，快乐的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一个技能。或许在某方面宝宝呢可能慢了一拍，没有在规定的月龄完成自己应该学会的技能，但是呢另外呢他可能在某一方面呢超过了自己的月龄，学会了更新更厉害的技能。所以说呢，妈妈们呢一定要耐心的慢慢的陪宝宝快乐的成长，学习各项技能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内容了，希望给妈妈朋友们呢带来一些帮助和参考。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呢，记得给我点个赞啊。那我的视频呢会继续更新更多有趣实用的育儿话题，偶尔呢也会有穿搭分享啊、好物分享啊，还有辅食类的制作等等。那如果喜欢的话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好，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每天好心情，夏季一定要记得防暑补水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